Hello， 大家好。就是很多人哦，看了巨猛学生过后，都在巨猛学生的影片下面留言一样的问题。所以我就拍一部属于我跟书生狗血爱情的结局。我们现在马上来收看。为什么书生要拒绝我？难道我不够好吗？为什么？原来是温柔跟体贴。唉，到底要不要去呢？哎呀，他这么穷，不要你吧。他这样瘦，根本就小白脸。是咯，是咯。他一点都不帅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还是去啦。书生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啊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这个方法很有效。